哎呀，大家好，我是夏爽，请多指教。本来没想玩这个 Demon's Souls 这款游戏啊，因为魂类游戏说实话，第一我不是特别的熟练啊、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就是大众所说的菜。第二个呢，这种魂类游戏啊，我个人感觉会花费很多时间，可能你玩了三个小时打 boss 就只能录制五分钟的素材，甚至不到。但是我经不起啊某平台动态里观众的怂恿，是吧？我推了三款游戏我想玩的，评论就说，哎，我不想看这三款，我就想看 Demon's Souls。 好，我满足你，哎，我满足你啊！当然，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自己是从来没玩过魂类游戏的，所以可能在游玩方面还是要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我也没有啊。虽然我长，但是我没有常识，所以呢，可能看直播的话，可能会觉得节奏很慢之类的。但是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剪一剪了什么的，就把我剪成一个高手。游戏菜，我剪视频还菜吗？对不对？剪视频的话，节奏由我掌控啊。哇，呼呼呼呼 ，nice， 来着。King Alant the Twelfth, by channeling the power of souls, brought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to his northern kingdom of Boletaria. That is, until the colorless deep fog swept across the land.Was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ose who dared penetrate the deep fog never returned. But Valifax of the Royal Twin Fangs broke free from the fog and told the world of Boletaria's plight. That the old King Alant had roused the Old One, the great beast below the Nexus.From its eternal slumber, and that a colorless fog had swept in. 无色的浓雾，那你怎么知道这有浓雾呢？浓雾都是乳白色的吗 ？Hunt down men and claim their souls. Those who lose their souls lose also their minds. The mad attack the sane, and chaos reigns. Valifax also spoke of the enticing power of the demon souls.Each time a demon claims a human soul, the demon's own soul is invigorated by the life force. And the power of a mature demon soul is beyond human imagination. The legend spread quickly. Mighty warriors lured by the possibilities braved the fissure to breach the accursed land. But none have returned.Bior of the Twin Fangs. 双剑之比约尔。Silent Chief. Saint Urbane. Skirva the Wanderer. The sixth Saint Astraea with her knight Garl Vinland. And Sage Freyk the Visionary. The colorless deep fog slowly creeps beyond Boletaria's borders.Humankind faces a slow and steady extinction. The deep fog will eventually swallow all lands near and far. But Boletaria has one final hope. A lone warrior who has braved the baneful fog. 哎，说的就是我。Has the land found its savior?Or have the demons found a new slave? 阻止灭亡，还是成为恶魔的奴仆？我怎么能成为恶魔的奴仆呢？我要成为恶魔本魔。哇，这盔甲说实话挺帅，而且这个手柄啊，每踏一步都会震动一点。不惧死亡的英灵。哇，这盔甲挺帅。通向裂隙吧。嚯，这个形状，嚯！古兽再度安睡。前哨通道，嗯，啊，啊，我吃什么东西啊？啊，
那我不随便按了，这个按键和我熟悉的不一样。我看一看阅读信息，普通攻击是 R1，OK、okay, 啊。哎呀，这打击感就是剑打到墙上都有震动。哦 ，OK， 哎呀，你在这儿呢 ？So easy 呀、啊，啊？阅读信息，移动按住零冲刺 ，OK。哦，啊，就是个翻滚呗。啊，按住零 ，OK。如果是按一下，就是翻滚。L1 防御 ，OK， 防御和格挡有啥区别啊？防御是就是举的盾，格挡是夸给你一杵子啊。然后这上面有啥呀？他没有跳，盔甲太重了，没有跳。哎，这有个怪，但是这是什么？啊，我一直在废我的这个草药，我去。哎，我这在哪儿啊？哎我人呢？哎呦我操！吓死我了你！哎呀！我这草药原来是不是十个？现在就变成两个了。R 三锁定目标，解除目标。R 切换锁定目标。OK。但是。啊，锁定目标会有一个小光点，萤火虫。哎，哎，哎，那个东西是什么？跑了。哎 ，so easy 啊，这个游戏，费了好几个草药。哎呦，哎呀，他干啥吗？发疯了他？我防御。不行啊，玩的不行。按理说，我经过了英灵殿那个两个小时 BOSS 战的洗礼，我应该能非常简单的玩这个游戏了。哎，这怎么有个人死了呢？调查遗物，玄月草啊，这个草药，移动加按住零越过障碍。那他越过障碍，他不就是奔跑吗？也没有特殊提示啊，但是我怕摔下去能摔死我。啊，翻过来了，我去，真的是有坠落伤害，但是这个伤害还好，不至于摔死个猎魔人。OK。哎，啊，对 ，L 二是格挡哦，那我再格挡一次试试，趁着小兵练练手，老大爷。受重伤的老大爷，哎呦，哇哦，原来我这么强，哇，幸亏我没玩过魂类游戏，要不然我就成魂类游戏第一人了。哎，哇，可以，哎，你是不是演员？啊，哎。嗯，不行，玩太烂。这血回的有点少啊，这什么东西啊？触碰拱心石，哇！哎，我传送了，荒凉前上，拱心石是传送的，我去，重攻击 R。说实话，少用重攻击。哦，我得适应，要锁定敌人。哎，
失误了，我得熟悉熟悉这个游戏的节奏啊，节奏。哎，等一下，哎，这锁定来着，哇，这个人看着就不好惹，我退两步，退两步，到这个比较明亮的地方玩的。我有没有弓箭？哎，啊，不是，我是想练那个挡反的，但是一直没找到节奏，我再找找。来，你好，我来学挡反了。So easy！ 哎，刚才我都节目效果不行的玩儿，这前面这门有个缝儿。哦，切换右手武器，切换左手武器 ，OK。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游戏。半月草还是加血的。这火焰能有什么效果？他这箱子里面到底能不能出东西啊？能不能出装备啊？哎呦，不是这个。这东西在这跑啥呢？哎，调查尸体，血月草 ，OK。他刚才为什么就站那儿不打我？哎呦，这有个人啊，吓我一跳。哎，那这小怪平 A 就可以过了，也不用什么挡反什么的。嗯？进入迷雾，调查尸体。哎呀，操！进入迷雾，迷雾。哎呦，我还不能跳是不是？那不能跳的话就过不去。往左还是往右啊？看右面什么？啊，这边是一个收集品。嗯，白月草。怎么跑来的？啊，摁住圈是不是？这又是迷雾。What the fudge？ 哎，他能看到我，我去！What the fudge？